各位观众朋友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常常念心经的朋友一定都非常熟悉这两句经文，那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继续来谈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法门，也就是心经的五蕴皆空法门。在上一集里呢，师父告诉我们什么是五蕴，那就是构成人的五个要素。那么怎么样利用这五蕴来修行，来照见五蕴皆空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Sheng-yen师父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师父，这个五蕴啊，我们已经知道了色受想行识，师父在上一集解释了他的意思，那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个五蕴来修行，是不是请师父继续给我们开始。刚才你已经念了一下心经的开头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下面就能够度一切苦厄。是。那我们在上一集里边呢，介绍了就是什么叫做五蕴呢？五蕴的内容，五蕴的意义，那如何的照见五蕴皆空？其实说照见五蕴皆空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有智慧，也就用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大智慧，很有高度的深度的智慧来啊观察，分析，或者是体验，构成我们这个身心世界的元素啊。那在一样一样的东西观察，是一个是又分成两次，分成两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呢，首先观察我们的生命的构成的要素呢，是由五蕴呢组合成的。那只要五蕴里边少一样，生命就不存在。而且五蕴本身也是经常在变化，所以说生命的现象是虚的，而不实的，是暂时的，而不是永恒的，这是第一个层次。那么第二个层次呢，就是观察五蕴本身的。五蕴，第一个我们叫做色。那色，就是指的我们的身体上的，头发、皮肤，也就是说，肌肉、骨头、脂肪、神经啊这些东西啊，还有指甲等等啊，那这里边有形的东西，还有包括血液啊，也在里头。反正是五脏六腑在我们身体上，组成构成，我们这个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呢，都没有离开五蕴的。五蕴里边的什么？五蕴里边的第一项就是色蕴，我们叫做物质体，我们又叫它什么？叫做四大合合而成的一个身体。那么四大是地啊、水、火、风。那地，我刚才讲的呀，凡是呢固体的东西，地，水呢，凡是流体的东西、液体的东西，那叫做水。那我们身体上固体的这个知道皮肤啊、骨头啊、肉啊、神经呢，这是固体的。那流体的呢，身上吐沫啊，还有什么汗呀，还有血液啊，眼泪啊这吐沫啊，那这些全部都是就是水大。然后加上这个火，我们身上有温度，有体温，那体温是由于我们身体上有营养养分，而把它这个消化以后呢，变成身上的热能，热量，热量我们叫做什么？就是火大。最后一个叫做风大，那个风是什么？呼吸。是呼吸。除了呼吸以外，这个血液能够循环，这个食物能够消化，也是靠的气。气有气。但是气不到的时候呢，那这个地方就死亡。
哦，我们还有说很重要，但是人家不好意思说的，放屁也是气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。可是你不放屁就糟糕了。叫做瓦斯，那是从这个体内排出去，体内排出去的呀，那都是气啊，气有好气有坏气呀、啊，有排气排的好气有坏气，这些都是什么风大，所以身体里边的组成这一个身体的物质体，那它本身呢，也经常在新陈代谢，在常常在、啊、这个变化不已。我们又吃饮食，吃了饮食以后又排尿，要排便，又排掉了。还有呢，我们身体上出汗，嗯、还有呢，我们的皮肤上啊，这个起垢，或者是、啊、对，还有皮肤上有角质，啊，那个全部啊，对对对，哎，慢慢的脱落，要洗澡也洗掉，或者是不洗澡也会跑掉，那头发也会掉掉，我们这个年纪大的牙齿也会掉掉。一样一样的东西，它都是不断的在这个变化变化，所以说这五蕴的本身就是拿色蕴来讲，它就是变的。那再加上我们这个心理的状态也是变的，心理的状态呢，就拿受，我们来看受，受苦、乐、忧、喜、舍，一共有五受。啊、哦，五受。哎，这个我们过去讲过的。是。哎，这个我们的苦受啊，说苦不堪言，一直苦到底的这种事情，不多的，有了，但是不多的、嗯、啊。苦就是说一直苦到底的那个苦的程度也会在变，就是还癌症的末期，是非常痛苦，非常痛苦。但是呢，有时候你给他打个止痛针，哎。痛的感觉没有了，苦的感觉没有了。这个苦、乐、忧、喜、舍，任何一样东西都是暂时的，也在变化不已的。那么另外还有个想啊，还有啊，舍啊，我们等下一次再讲。嗯、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从师父的开示里面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我们这个舍身啊，其实是常常在变动的，所以它也就是空的。那么从这里面呢，我们可以悟到很深的哲理。那么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